妹妹在哪里啊？在内衣。那你自己拿呀。不要。那你就没有办法拿瑞瑞了。有。那怎么拿？妈咪拿。妈咪拿。很聪明的小鬼头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妈咪拿给你。拿了啊，这里。这爸爸拿的杨妹妹。杨妹妹，你自己拿。不要。那你就没有办法拿杨妹妹了。要。为什么？怎么拿？靠近拿。靠近拿，对啊，你自己去靠近拿。好了啦，圈圈，乱动乱动。今天是睡到7点的圈圈。不是。是你很早就起床了，叫妈咪起床，对不对？嗯，小圆群早安。怎么了？嗯嗯，那上面有什么？嗯，上面有什么？哦，你找到，你看到了。这什么东西？那是马蹄。嗯，马蹄铁，这可以干嘛？那是可以招幸福的马蹄铁。群群啊，你的早餐吃这么大一个面包啊？嗯。好了，你咬那么多口。这个是君君的早餐，葡萄干面包。要不要做别的？对呀、啊，不一样的颜色。要咖啡的。咖啡。哦，咖啡，嗯。对了。我可以吃咖啡吗？你不行吃咖啡，小朋友不行吃咖啡。可以。你一定要咬这么大口啊！我。嗯，俊俊好会骑脚踏车。你的脚脚已经够长了，对不对？你已经长高了，所以可以骑这个脚踏车了。要看好路哦，慢慢骑，小心小心，你手手要扶好。我们又来淡水玩玩了，也来淡水骑脚踏车了。今天天气很好，不会太冷，不会太热。带群群过来，出来散步。哎，咳嗽。还有没有笑一个？有没有下一个？有没有下一个嘞？小勇群吃午餐。今天的午餐我们来吃港式。淡水这边骑脚踏车玩玩。萝卜糕。哦，小心小心，谢谢。对呀、啊，有萝卜糕。子琳，等一下，给你吃一点，好不好？要嚼哦，那个面面要嚼哦。还有菜菜也要吃。可以啊，我拿包等我一下哦。对的，对的。哎，你看我。还有请吃嫩滑牛肉捞面。嗯，吃。叉子的，叉子，叉子也不行。来，你好，这边，对，
好好好。慢慢吃，慢慢吃。什么？小勇群睡醒了，现在时间是10:30，然后在吃晚餐，群群的晚餐。然后自己吃，这里，今天妈咪弄我们的晚餐。吃番茄豆腐青江菜饭，小勇群刚刚睡醒了。嗯，特别是你睡了好久哦，你的午觉睡了好久，你等一下要几点睡觉？刚刚妈咪不在。对呀，刚刚妈咪在外面看电视啊。等你睡醒啊，或者是你没有睡醒，妈咪就跟你一起睡晚觉啊。结果你醒来了，对不对？醒来吃晚餐了，肚子饿了哈。我要吃面包。你要吃面包。君君，你裤裤太紧啊。你自己挑衣服吗？这个给你啊，可是那个好像是上衣耶。这衣，君君，你的裤裤，妈咪看看。这是颜色，这是什么的？那是这个小汉堡的。太紧了，太紧了，太紧，哎呀喂呀！哎呀喂呀！哎呀喂呀！好了，先不脱，你脱下来吗？会不会太紧？哎呀喂呀！你先甩掉小鬼头，你酷酷哦！哦天哪，这已经是啊，紧死了，是不是很紧？阿紧。